哦，最爱了最爱了，不是开玩笑的，我不能打我，不能打我，我如果打我就输。啊，接 game 时光。好啦，各位观众，今天来玩我们的模组篇。OK 啦，那今天我就要使用这个小小兵，这个好像有四只啊，然后哎，这只叫 Kevin 对不对？有其他几只，这个好像叫 Barber 对不对？包伯一个眼睛的，好像比较常看到一个眼睛的对不对？然后还有第这一只。跟刚刚的 Kevin 矮了一点点，但是我比较喜欢 Kevin 的造型，所以我觉得用 Kevin 可能会比较好。不过这个穿进来呢，感觉就是屁股会磨到地板，有没有？等下屁股着火，然后头上呢冒出了三根天线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要先来去随便找一台车，随便找一台车，头上有刺，很像凤梨吧？啊，我觉得我们要开这个比较适合，我开这台好了，好走吧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开着这一台啦。那我们现在随机来找一台车子哦，这是我觉得还不错的模组哦，感觉还不错。我找一台跟我比较相当的，不要差太多的，停下来。OK， 这个模组呢，就是可以跟他尬车的，有点像那种东京甩尾的感觉，或是非法赛车的感觉。那现在呢，我就是要跟这个计程车 VS。那现在我可以选我要去的地方，剪头发这个地方好了。OK 了，他就说等计程车到你旁边，就可以开始。我们按88 start。二一 ，Come on，Let's go， 看谁比较快，看谁比较快，就比啦，比谁速度比较快就对了，好吧？我们小小兵应该是可以的。先来个大甩尾 ，Oh man， 甩得太大力了，甩得太大力了。我觉得那台箭车有点慢呢，哦，没什么挑战性啊。等一下找一台跑车跟我们尬一下。你看追不到我耶，狠狠的甩在后头。可是我觉得我们这样好帅啊，超帅耶。那小小兵不是运输公司，腿很短，一定啊！哦，甩的漂亮。那小小 smart 可以开得这么快？哦，最爱了最爱了，不是开玩笑的。我不能打我，不能打我，我如果打我就输了。哎呦，我差一点撞树！耶、yeah ，拜拜，拜拜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我觉得双眼这样比较可爱。到了我们的终点 ，finish。倒退路满呀了哈，然后计程车就这样子，拜拜。我们换独眼龙的，看看这个眼睛会比较注意一点，比较不会撞到。那我们去找一台比较厉害的车子，好，不是这台啊，对不起。啊，原来我要的是后面那台，原来我要的是后面这一台啊，我一直以为是那一台。Two, one, go， 来了，这个我应该会赢吧，但是千万不要遇到那种。塞车的时候，如果塞车，我们就不一定会赢了。我直接超越了，不用照路走，走高速公路。来来来来来来，穷逼吧！啊，没办法，这是模组，又不是真实的。如果说真实就有钱。哎，这个也太简单了吧！轻轻菜菜，我如果坐跑车，怎么可能还会输呢？对不对？先跑好了，我2点多公里，我们走右边。一直走，我觉得我可以在这边等他10秒钟哦。好，哎，好像不行哎，我没有试过可不可以跟摩托车，不然等下试一下好了。前面有一台，我们待会试试看可不可以跟摩托车。我记得好像是不行。哎，安安诺迪，哦，好远哦，我们赶快夺得这场胜利吧。开卡叉车比好。卡车不知道可不可以呢？我不知道有没有限定车种，我们等一下试试看。那眼睛根本看不到路，而且屁股还磨地板。哎呦，他追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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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要刺激一点嘛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他直线赢我呢！糟了，在烂嘛？你在烂嘛？来来来！哇哇塞，他怎么突然变那么快啊？聚集了很多的怒气，一次爆发了。真的龟兔赛跑了。哇塞了！哎呀，我输了！他直接拉开我了。Oh no！Oh no！ 既然安呢？来到加油站，我输了。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！反派三，反派三！You won！ Yeah！我想输在起跑点没关系，赢在终点就好了啊！
它好像有两种啊，就是你按喇叭的话是它随机选地点，那如果你是停在它旁边烧胎的话呢，就会有不同啊。来了来了，就是这个了，可以吗？可以耶！都是要往旁边跑，哎、欸，我比较吃亏呢，我被他挤到旁边来。OK 啦，我等他回归为正好了，不然我看等他回来应该很久了。屌定啊！安安，马上怎么不动啊？困起了。应该可以跟警察跑。等下他改变路线了、哦，我以为他改变路线呢。他太慢了，我要去帮他一笔。啊、哦，他好了好了。这属于都克的尬脚鸟一块。啊，可以得退路，可以得退路。哦，他撞他撞他撞哦，哎、欸，又被骗了，又被摆了一道了。哎、欸，他加速也太快吧？加速好快哦。哇、哦！我又要输了啊、哦！一种不能让人的感觉啊！他还逆向呢，哎哎哎！他到底开对还开不对啊？害我跟着他开，哎、欸，他会走捷径的呢！啊，他会走捷径的呢！哇塞，我的起步速度完全输他了！呜、哦，输给输给输给！赢了！又被狠狠的摆了一道，结果人家拿鸡腿驾照还是赢了我们。我看到我都败了。Oh man， 哎哎哎哎 ，God man，God man， 哎、欸，可以滑板了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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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你去追那台车子，快快快！哎、欸，奥特曼，我先去追奥特曼回来，快点！我觉得我用滑板比较快，滑板快好多、哦。我觉得、啊、我看到他，我觉得滑板还是要叫我们的高手出来啊。耶、yeah, ，我看奥特曼了 ，Yoshi。Yoshi is winner. Yoshi, Yoshi, I'm coming, I'm coming, I'm coming. 哎、欸，我跟他嘎嘎看好，看可不可以？哎、欸，可以耶 ，cool。不要跑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，不要跑。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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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哎、欸，真的可以耶！废甲 O VS 滑板。啊，我不能，我跟你拼了、啊，看到底谁会赢啊？走。哎、欸、哎，赢、欸、就赢在起跑点了，好不好？还可以臀跳了，嘿，药师最强啊！我要赢了，我要赢了，我要赢了，我要赢了 ！Yes, baby！ 滑板也行呢、欸，酷文他什么都能比耶、欸，所以脚踏车什么都可以耶、欸。呜呼！哎、欸，快快睡、欸，不能不能，我在最后赢的时候要跳一下。Yeah, I'm winner, I'm winner. Yeah. OK 的，哎、欸，我看到巴士，我们去追一下巴士啊。哦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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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又撞一次。不要，巴士。I need you. Give me car. Lucky 啦。好帅哦！耀西巴士来了，耀西，我带大家去一个漂亮的地方。哎、欸，我要这台巴士，我想这台巴士、欸。有了，好了，各位观众，现在为你示范的这个就是公车的这个炸弹，好不好？因为平常我们看那种好莱坞电影哦，都会有这种公车的炸弹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是它这个哈、哦，必须要让你就是维持时速在50英里左右。你如果没有到50英里停下来，就马上会爆。炸！怎么这么快？我都还来不及射点，想要先逃跑而已。I got one, I got one。好了，赶快哦，感觉要启动了。哇，一颗星！会不会等下又加上 bump 就错赛了？我们先开一下路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 ，Jesus！ 而且，等一下，点到底在哪里啊？完全看不到我要跑去哪个方向，但是我觉得我要爆了，爆！好啦，那这个模组大概就先这样了，太难了吧？那我再带大家去最后一个地方哦，去完这个美妙的地方之后，
我们就要来收台了。哦，这台帅哦，这台帅哦，接我啦！去吧，丁丁丁！好，接下来要带大家去这个地方了。这地方呢，你们一定没去过。Come on！ 好，前面右转，再左转就到了。这台好快哦，好好开哦。你们知道飞碟屋在干嘛的吗？你们知道飞碟屋是在干嘛的吗？到了。咻咻兵来了，今天要来挑战飞碟屋。里面还有卖这个饮料跟可乐，还有卡布奇诺，这是四代的保龄球馆。我们要来丢保龄球了，看看我们这个手长的、脚短的，到底能不能丢到保龄球？有没有？这是最复古的这种保龄球道，你看看，我可不可以过去那边把球品给踢坏？我看看，似乎可以哦。但是我们还是先规矩一点好了，有没有？有四个球道了，四个球道。来了，我们先来丢一下保龄球看看。Boring boring， 来了来了，它可以左右移动，左右移动。然后我手上拿了一颗球，准备来丢了。Fire！ 啊，球嘞？球嘞？哎，是它太大只的关系啊，所以球丢出去会出现。哎，真的啊，他手刚好着地啦。这个应该也一样吧，好吧，海绵宝宝应该也是一样的。好啦，那我换一只比较正常的。好啦，蝴蝶的手应该比较够像一般人这样子。来了来了来了，蝴蝶 boring。哦，有了，哦，强一点啊，但是好像后劲不够啊。它可以操纵你的左右边，左右边。哇塞，也太难了吧，也太难了，这球根本是超级蝴蝶球啊。球的力量不太够。球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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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有倒几瓶倒几瓶倒几瓶，有没有倒几瓶倒几瓶？剩下最后一瓶了，最后一瓶了，最后两瓶，最后两瓶，有吗有吗？中了 ，OK， we got it。那我们不要去丢球，我们直接从这边跑过去，然后用踢的把它踢倒啊！什么烂保龄球？可以耶，帅啊！帅了，帅了！好啦，这大概就是我们今天主要的模组啦哦。我们今天就玩了三个模组，一个是车子的，可以随地跟人家挑衅，然后直接当赛事的。然后第二个呢是公车炸弹，但是非常的困难哦，要50英里的速度，非常的难。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侠盗第四代的这个保龄球的地方，侠盗第四代。但是好像没有很好丢，但是它好像有一个角度跟一个距离丢的话呢，就会不一样。它总共有四只啊，它总共有四只哦。好啦，各位观众，今天就是我们的模组篇啦哦，就是为了完成这三个模组，之后还会陆续再玩一些有趣的模组，像是到时候再跟你们讲好了，好吧？感谢大家收看，如果喜欢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、订阅，随时按下铃铛追踪我的动态。我们下次直播再会喽 ，See you next time， 拜拜。